蟑螂三矿蟑螂一波，然后下一场就是用遁地兽了。大招男 Rex，真的是大招男 Rex。好，可以啊，你等等开旅不要邀我。虫胎流，哇！你的虫胎到处都是。新的挑战者出现了。
何太后、朱俊太史慈。你的何太后是放前锋吗？哦，你喷的到处都是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五矿钱，镇定都拿来囤石头，对吗？没啊，看你缺什么、啊。你的虫族进化了，阿萨，你的部队遭受攻击。五星瞬间，我瞬间直接拆啊！你要用啊？抓刚 A 到自己，进化完成，没有错。太老派了吧！你看这超强，这盾说超强。然后你有没有看他喷卵？你有没有看他喷卵速度？我们看刚最后就好了，你看他那个喷卵速度。
他等下喷卵哦，这个喷卵术，基本上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是专门练虫族的，对，你应该要特别去练喷卵这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把它练到超快，比如说你有4个矿。 你要怎么样在一秒内把4个矿的卵都喷完？你应该要去练这个东西，特别练。然后你的虫胎要也是要练习，你可以开一个图，然后它不是不要开电脑，进去的时候不是胜利嘛，你就按标离开游戏，你就开始练习喷卵跟铺虫胎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是玩虫族的话，练习喷卵跟铺虫胎还有边卵，这是虫族的基本功，铺虫胎。 喷卵，然后边卵，边卵就是你冰做出来后会直接把它变到边境的某一个队伍里面，那叫边卵。这是虫族的基本功了。如果说你今天是玩虫族，想要把你虫族玩好，一定要练的。你不用打天梯，你就是开个没有人的，自己在那边练习。边卵方式哦 ，shoot 加 auto 啊，比如说你今天把那几个卵选起来，比如说你一口气做了12条狗，对。 然后你再按 Shift Auto 到 E， 你就把那12条狗编到你的 E 里面。然后快速喷卵这个一定要练，因为你每次喷一次卵都要花2秒，人家只要花1秒。你每一次喷卵就你想想看啊，比如说你前一天在作战，这时候你回去喷卵花了两秒钟，那这2秒钟回来你可能这边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了，所以喷卵速度很重要。 一定要练快。